就无法控制自己吗？剑无剑。意识受到控制，剑无剑发射红剑，一剑无剑一出红剑命门。红剑反刀劈入，硬是多造剑气。剑气飘渺无定，意识散乱的剑无剑无法控制，剑冲之剑，魂灵发动西部之剑，砍！是谁答应过伊的定情？又是谁答应的平安回来？无名之计，剑血刹那，麻痹之毒，剑走转身，就激起了人心的记忆。无形剑色，云传修。高雄，小阿姨，伊的对手是我。伊念跳出来，不可乱剑，快回新国风，大剑无剑走。剑无剑就哭，红姑娘。红姑娘，真是两败俱伤。是天吗？哦哦，邪魔之心，出来呀！引力愤怒。收官，听侠宿命，天兵秀，一心救人的人呢，用法力进攻，按心人剑环缩袖，这苏人呢，毫无脱身之机。就在此时，剑无剑，走！
了武极惊人妖异色凌空极禁术，是奥尼亚马路学艺不精吗？说不定是剑武极意气过人呢。是吗？奥尼亚马路毕竟是祭司为了爱道，牺牲外貌，苦心修习禁术，不可能只得皮毛。要他再多下一盏风云吧，咱先回转一关。